8800亿是叫谁进步的？不叫叫下一代吗？拿这一边的钱说不要让下一代负担，现在花这一边的钱说下一代你们要来负担，你告诉我这什么逻辑？民进党的统治下给我最大的刺激就是我的脑筋越来越笨，因为我的逻辑越来越想不通。我们不要讲大的，我们讲一个小的。管碧玲讲什么话？说廖国东不是男人，因为男人要一言既失，这个是吧？这驷马难追。假如这一句话是对的，那我请问，就是说女人讲话可以不算数喽？后来人家所以蓝委抗议了，不重要。那你我现在不是讲他看不看的，我现在就请问管碧玲，女人讲话算不算数？那第二个，请问蔡英文是不是女人？蔡英文讲话算不算数？请管碧玲教我一下。这种自我作践女人呢？这句话是自我作践女人，还讲得头头是道。晚上九点，Go Go Go， 来打拳。